9月上旬，多伦多 Home Depot，我会把地址放在下面的说明区，马上把这个拍完了以后回家就把这视频贴出来。每个店不一样哈，同样是 Home Depot，今天看到打折的了，它原来是摆在外面。前两天给大家介绍过这几种小花，秋天的小花挺有意思的，现在开始打折，咱们看看有哪些，什么折扣，什么价钱。沙斯塔菊满满的2加仑的盆子，非常旺。你看开完了哈，这个我估计是第二波。开完了，这是很好啊。你当然可以从春天的时候从种子开始，也挺容易的，当年就能开花。但是呢，这个来得快呀。2加仑的盆子10块钱，满满的。如果我要是种的话呢，回去搬回去种呢，不嫌麻烦啊。你把它这个每个这可以分很多盆，很多棵种。大概看了一下，这么一盆至少可以分，比如说你两三个苗一棵放在一起。至少可以分5撮、5对儿，3、5成群，明年就有效果了。梵根 Hookera 这还不是那种特别大众的品种，还是有点特色。这个同样的道理，也可以回去分根，一小颗就是一颗，就是一颗，对，就是单独种一颗，也是10块钱。这么一盆能分出来7、8颗。这种梵根有个提醒啊，它如果不是那种大众品种的梵根的话，有点耐，就冬天有点点小问题，就是怕积水，怕暴露在冷风里头。这个品种还是挺漂亮的哈，是有名字的，不是随便来的。你看，还是写的 PPAF Freely，这个还是有注册商标的。如果你觉得这折扣不理想，请等5块钱的时候，哎，有希望啊，有希望等到5块钱。看看它。湿草还记得吗？Yarrow，挺漂亮的，5块钱，挺大一盆，3加仑的盆子吧。其实没几颗，可能也就3颗，这里头可能还有2盆，漂亮吧？红色的，白色其实也行。这个应该属于，它不是那种特别疯狂的品种。我今年还是没准备好，明年要是看这个价钱，肯定报一盆。香菜，我估计这菜可能也就种在家里阳台上，窗台上，原价7块9毛8，现在半价，挺香的，挺香的。Tick Seed 10块钱2加仑的盆子，状态都很好啊。它打折是因为这两天虽然特别热，但是过两天一下就过了9月份，就是叫什么？进入9月份就是每况愈下。这个小菊花地毯菊也是10块钱。这个时间卖花挺难卖的，都卖不出去，都搬到屋里来了。搬到它有个温室温棚。今天30多度，这个也特价了，原价18块9毛8，现在12块9毛8。蛇头草 （Turtlehead），还有矮小品种的日本风铃，也是12块9毛8，不错，这个也不错。如果明年我能看到这个价钱，肯定也会抱到一盆儿，这个呢也是可以分株的。对我来说最大的优点，当然除了颜色漂亮以外，再一个就是矮小紧凑。好像新上架的这正当季的菊花，这应该属于 Aster，不是 Mum，也是特价12块9毛8，2加仑的盆子。松果菊，白色的，狐狸手套。有的朋友说了啊，这可能是第二波开花，条件合适，一年能开2次。第一次开完了，赶紧把它的花枝开败的花枝剪掉。估计能开2次，显得开2次啊。实际上，这一盆里头好几颗，也是很多颗，不同时间开。还有黄色的松果菊，常见都是粉红色的啊，不错。飞燕草也是5块钱。这里头也好几颗，打折的小花就说这么多，有感兴趣的吗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